们的主持人简小浩，我是吃瓜公主蒋小姿。今天我是来吃瓜的，因为身材都好好。 哦，请你用眼睛好好的吃，机会不多了，好吗？今天非常欢迎呢，就是这个 History 4的哦，近距离爱上你的燕元群来到我们现场，欢迎！欢迎！首先，我这边我看了非常讨厌的，我真的很想揍他的。好了，我们的这个嘉威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嘉威。再来，这个是让人家很心疼跟虐心的这个俊鹏，大家好，我是安俊鹏。 好，这边呢，善存我的小学弟啊，真的小学弟，小学弟，哇，学姐好，学姐好，学姐好，这样好 ，OK，OK， 然后再来是立安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立安。好，如果有看过剧的人一定都知道，这样的座位安排很明显哦，你们这一对是 CP， 对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这对是 CP。哎，我想知道他们两个就是两对 CP 到底谁跟谁私底下感情更好？这还是这个等一下再开始。 可是我们可以先猜，我们三个感情最好，我们三个感情对，真的吗？那你是怎么样？我们叫铁三角，铁三角，铁三角，我们是铁三角，你们是铁三角，我们两个是情敌吧？你让他看出来我今天的造型吗？ 虽然他说不能讲，但是我还是要讲。不觉得有这样剧中的立安吗？很木然的发型吗？可是想揍我，是不是？来揍我，好，蛮像的，蛮像的。哎，你不要，你本来是说想要靠这一波可以就是重回演艺圈，结果你这样重回算了啦。这四个人在这边看颜值就知道，我还回得去演艺圈吗？算了，不要。那今天呢？因为今天中午12点嘛，是这个香不香？饿不饿？ 哦，好，太香了！哎，先谢谢他们把今天第一天的这个通告献给我们，这样子，对，不会。为了要补充体力呢，所以要给你们吃一些便当，好，真的有的吃这样子。对，那这4样食物啊，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最饿？因为你们每个人练肌肉应该练的都很勤，对不对？健身这一块，哇，有鸡腿，有大汉堡，对，感觉这个是最好吃的。这个是要吃，这不是惩罚吗？可是感觉很好吃。惩罚为什么是惩罚？ 就是你是男明星哎，男明星可以吃这种东西吗？请你职业道德一点好不好？不，这个哎，这个也很甜，对啊，这个也很甜哎。这个不算吧？应该这4个。这个是巧克力酱，对啊。你要让他生吃巧克力酱啊？这是可以生吃的巧克力酱，是真的生吃。可以。可是没有人会拿着这样吃啊。哦，我会啊。啊，真的？因为它就可以挤啊，就直接啊就下去了。你是有多懒？太扯了吧！真的，因为很好吃，这真的很好吃。这不会很甜吗？还好。 真的吗？你等下可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对，可以试试看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还是有个游戏，一定要现在考考你，因为你们是2对 CP 嘛。然后这2对 CP 你们一定是知道彼此内心最喜欢吃什么，还是其实你们根本不知道彼此喜欢吃什么？应该是知道的。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要来做一个小游戏，请你们拿出你们现在桌上的白板，来猜猜对方这4样食物当中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好，5样好了啦，包括巧克力，最喜欢吃的。就今天的午餐吃什么？ 猜对的有的吃，猜错的也有的吃。所以你是意思说 CP 们互猜？对 ，CP 们互猜。喜欢吃巧克力呢，还是微波便当，还是御饭团，还是大汉堡，还是炸鸡腿？好，5秒，请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那中文不会写着。真的？哎呦，没错。 好了吗？答案都好了，好，笔收起来，笔收起来。啊，答案也合起来，答案也合起来。好，先合起来。这个字有点多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得到，我看到了。嘉威，你觉得俊鹏想吃什么？我可以开了，对不对？不，等一下。我觉得他吗？对。便当。哦，那你自己想吃什么？鸡腿。你想吃鸡腿？对。那俊鹏，你猜嘉威想吃什么？炸鸡。那你自己嘞？ 我自己炸鸡，炸鸡有这么多的魅力哦。善存，你自己想吃什么？这4样里面，我自己想吃啊，炸鸡。你什么是炸鸡啊？哎，我以为他们都不要吃炸鸡耶。因为应该说是想吃啊，可是因为平常比较不会去吃，所以看难得可以吃就想要吃。好，那你来立安，你想吃什么？我会想吃饭团。哎，对。哎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蛮喜欢吃御饭团。哦，可以。哎，可是来网友说腾腾什么都吃可以。 然后呢，弟弟选炸鸡是可以的，善存应该要吃饭团，这是网友选的。哎，网友好像很不了解你。对，为什么你要吃饭团？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哥哥要吃鸡腿，哎，网友有猜到你们。对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来公布答案了，公布答案有没有准，好不好？便当什么便当？炸鸡哦，那你输了。哎，善存很了解立安呢。但你要是便当，你不是嘛？我是猜他。对啊，你猜他嘛，他不是便当。那他猜的是他的是鸡腿啊，对不对？鸡腿，鸡腿。所以哈，所以现在有几个人猜错？他猜错，猜错。来，猜错举手。我也猜，你也猜错，两个猜错。哎，你们两个猜错。 然后猜错的呢？来上道具。来，好，这么快吗？太快了！你知道我们节目的节奏很快吗？对啊，我们只有1个小时，要把握时间，好不好？来，上道具，请你们10秒之内吃完1只鸡腿。现在，来10秒，来拿鸡腿，来开始哦，我要计时喽。啊，你拿1只？天哪，认真吗？认真。你为什么会猜我喜欢吃便当呢？ 我想说，我不喜欢太多。那有垫子吗？没有，有，都可以请自己。好，等下有卫生纸，等下卫生纸。你就这样吧。是。来，等，来哦。10秒。预备。那没有吃完怎么？有卫生纸吗？有，没有吃完还有，再一只，对，再一只哦。你会不会再一只？吃到结束，这个节目没吃到。我买了8只。好了，预备哦，开始哦。有吗？10秒，加几秒？好多只哦。5、4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！停！哎，看一下！哎，你很优秀哎。嗯。你看一下，有吗？哪个是比较多？举起来，看一下。来，我给卫生纸，谢谢。那还不错啦。他前几天才吃麦当劳。 你怎么可以吃这么罪恶的食物？就想吃，感冒还吃。哎，对，刚刚有网友问说你的感冒好了吗？对他感冒，然后吃麦当劳，然后被骂。真的，太感冒了。我喉咙发炎。他说我还是。哎，大哥喉咙发炎，你还这样吃？对啊。啊，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。哎，对啊，大家说好好吃。然后刚刚网友说你们两个吃鸡腿可爱死了，你们真的是。 到底有什么好可爱的？好可爱！网友没有觉得我很可爱吗？没有，网友说你在巫婆叫他们吃这个，请看我的白眼。好了，谢谢你们，不要再吃了，你不要再给我吃了，好像吃我还是怎样？好，好了，今天我们还是有准备，有好吃的。刚刚输的是有惩罚嘛，那一定要赢家也是要一些奖励啊。赢的啊，就是请他们吃最好吃的食物啊。真的吗？哎，你们平常中午如果有便当选择的话，你们都有什么指定的？ 便当要吃吗？有喜欢吃哪一家？如果吃便当的话，我超好养的，我就是剩什么我吃什么，都吃什么，所以没有什么固定哪一家特别喜欢的，没有便当都没有，好吧？那今天我们就随便给你们吃喽，还在吃，你是不是很享受嘴巴那个香味？没有，这太大口。你是不是小时候立志参加大胃王比赛？刚刚你的嘴巴也蛮惊人的。好了，来，给奖励好不好？我来。 好，今天奖励。哎，我们这个真的是……听说你们很喜欢小肥便当，小什么便当？小肥便当，这家很好吃，我真的讲的。对，我们有没有很用心？很棒哎，谢谢。哦呦，所以他是不是没有便当？有啦，我们没那么坏啦。这样半饱，这样反而我觉得刚输的人现在是一种好的事情哎。哎，没有，他们等于加菜了，又多一个便当可以吃。我跟你说，因为小豪要求很高，他不像你们这么好养，他比较啰嗦，他要吃东坡肉。是的。 东坡肉很好吃，对不对？真的。来，董飘，要不然你刚刚换好了。吃货，就自己来。直接真的，因为怕你们等下还要赶通告。对，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。真的，好特别的节目，我们就吃播啊。对啊，哇，很棒，就真的是在吃播，太好了。好，那你们先轮流吃好不好？好，谁比较不饿？ 我比较不饿，你比较不饿，可是你不是想吃便当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刚刚早上有喝咖啡，所以起来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来聊啊，不饿的，其他可以先吃啊。来，不饿的人先跟我们聊一聊，目前剧中哦，你的这个角色跟你目前进展的进度到哪里？哦，目前上周算是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演出，就他之前就是把我灌醉嘛，然后后来他就跟爸爸。 一样的吧，然后他就跟爸爸坦诚说，他就是想要我，然后还把他不止射，他还偷拍我影片，然后拍开箱影片，怎样的开箱？开这里，开这里，对，然后他就给爸爸看，爸爸就直接爆炸。哦，我以为爸爸看说，那我也没开。我比较想问爸爸的心情哎。 爸爸没来啊，爸爸应该。对，我好想问爸爸。你对于爸爸的转折心境转折是怎么样？对，你帮他说一下他的心境转折。如果我只能说，如果我是爸爸，我就直接给他一巴掌。真的，一巴掌。对。哦。对啊，那真的蛮。当下看到太冲击了吧？你还给爸爸看这种影片，真的马上就给他打过去好吗？那为什么要给爸爸看这种影片？就是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是有顾虑，但是他。 最难面对的是家人，所以我等于是我透过我来踏出这一步，我把战火都揽到我身上，这样他就可以面对家人。嗯，可能大家不会这么责怪他，是责怪我。对，所以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你会这样吗？如果你就是爱一个人，可是他可能很多的困难，你会把所有东西都揽在你自己身上？我觉得我会做，但是我不会做的这么极端，我会试着可能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做，对。但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会踏出这一步，哦，对，就是去承担一些可能我不必要承担的一些过错，这样是对。然后有人说成人吃得好认真，然后真的，然后这一对其实，在剧里面是非常虐心的一对哦，相对于这另外两对来讲比较开心活泼。那你们会一直虐到最后吗？还是其实最后有可能你知道来个转折，有点皆大欢喜的感觉？稍微透露一些。最近已经有一点慢慢有一些变化了，嗯，因为哥哥上一次是。 就是算是有点接受他，就主动抱他。但虽然还没有讲清楚到底是决定是什么，但是我至少对于他，我是有一个，其实我那时候就应该算是已经有点接受他，然后有点喜欢。嗯，对对，但自己还在挣扎中。嗯，对。你的挣扎是因为，比方说有年纪上面的落差，因为你是哥哥大他好几岁，然后是因为弟弟要追你，你觉得是这个关系不能够去接受。应该是说。 年纪好像还好哎，但就是哥哥跟弟弟的这个身份的关系，会有家人的关系，对，会有点挣扎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好，让我想到李尖尖哦。李尖尖也是这样啊。以家人之名就对啊。李尖尖也是这样啊，是很冲击哎。但对啊，那一刻的确是蛮冲击，因为就是家人如果安插了一个弟弟的名分在这边的话，对，就跟他们就很像啊。对对。那另外一对，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顾忌，应该是你们两个蛮好追的吧？太快乐了。 蛮好追的吧，蛮好追的，很难追，很难追吗？现在还是我很难过的时候，还是难过的时候，因为这一周的剧情是到我一开始很激烈的猛攻追求嘛，对，然后结果被他拒绝了之后，我开始意识到可能他喜欢的就是不是男生，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放下了，对啊，但我反而就是开始在意他了，然后后面会有一个。 我告白的剧情，所以这是以退为进就对了，还是这一招？也没有说以退为进。我相信我的师傅可能心里有这个算盘了，他可能已经预测到好几步之后，但是毕竟我当下还是很难受，是吗，师傅？对他们就是透过我来拉近彼此的关系。我是他师傅了，我知道你心机怎么那么重啊？你明明就是个大学生，因为他太笨了。 就是他太笨了。哎，这个接你。萧立成不管在追求刘美芳还是追求我，都需要有别人帮助他，给他下指令。对，所以我就，但是到最后不成功，都不成功啊！意思是什么？代表是你们也笨啊，你们教的方法不成功啊。明明你笨，还要怪别人笨，自己手把那边。对啊，出其不意在那边。好，所以你看，你是到了剧中突然转折。 应该说你是透过美方进一步好像了解到说喜欢的是立安嘛，对不对？那立安，你到底一开始有没有就是对于萧立成，对这个人，我觉得藤木人这个人就是比较中性啊，然后其实他也没有透露出他的性向在偏哪一边，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在演示藤木人的时候会保持中性状态，所以。 我遇到萧立成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也是认识很久的同事，然后也结伴了很久，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一些感情，在里面，只是还没有被遣发出来而已。所以你们两个如果要比深柜的话，谁的柜子比较深？我觉得你们两个怎么看？谁比较深？应该是我，腾腾比较深，我比较深，但是我是看不出，就是不会让人家看出来的那种。 那所以难怪他追你会追得比较辛苦一点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他要先被伤害一轮，骂他一轮，先骂他一轮，先骂，有，看起来也是不简单哦。对，如果说你自己啊，假设你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有人就想问说，如果你真的是被这样一直被拒绝，你说我一直被拒绝。假设就是在现实生活中，你一直被拒绝，你就像剧情这样，东东这样，你会有什么心情？你也是会爆哭吗？你也是会很崩溃的那一种吗？我是啊，我是一直被拒绝，没错啊。不，他是啊，是啊，真的吗？他一直被拒绝，就是我可能比较学生时期的时候追人，可能都自己主动追的话就没有成功。你从来没有成功过？对自己主动的话，就是我就喜欢一个他，我没有可能一开始他没有喜欢我的人，大部分不成功。真的？你手法是什么？手法是什么？对，你用什么？我们把它诊断一下。对，然后你现实生活中也有藤木人这个角色帮你吧？就是我都就是会做一些自己觉得浪漫的事情啊，比如说他就是萧立晨呐，但我没有那么夸张嘛。那比如说你有做什么事情嘞？比如说我那时候访问的时候有说，就是他可能要出国了，然后我就送一对琉璃的耳环，然后那是一个海马跟海星。我都跟他说，我不能陪你出去，但是这两个东西是海洋生物嘛？海洋生物，他可以陪你跨过这个海洋，然后陪到另外一个地方。OK。然后他可能就是也没有感受到。哇，真的是好不浪漫哦！会吗？这如果是我，你会留下来吗？请问两位，哎，军师，你会留下来吗？不会。你看不会啊。但是我得说，是他之前有讲过一个很浪漫的东西，他更烂。他怎么烂？你说哪一段？就是你说陪人家回家，问他最浪漫的事情，就是陪人家回家，然后再大概自己走了大概快半小时。他为什么？又爆车或摩托车是不是？那时候没有，那时候学生啊，国中还高中的时候。哎，可是我那个时候走陪伴应该是蛮温馨的吧？我觉得蛮温馨，而且我是搭到不是他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超过，然后自己再走半小时回家这样。天哪！对，你出去，你对啊，烂死，真烂死！哎，等一下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哎，真的假的？学生的话，哎，这个我也懂，这个你也懂吗？因为我学生时期也是，我会高中我们可以开冷气，可以开长一点吗？那你，你们要不要喝点水？饮料来上，饮料来上，鸡奶泡热，爆汗，对啊，你是很紧张的爆汗，还是真的很热的爆汗？真的很热，真的很热，它上面这边全都是汗哎。我怕我访问到一半，他妆都融了这样。你刚才拿掉，你刚去游泳，你看，来，直接进来，直接进来，饮料，来。哎，但有是什么我不知道。啊，好细哦！哎呦，有些东西。哎呦！有人让粉丝放心，我们现在送水了，好，送水了，来旁边，好。有人说善存的浪漫不是失败的原因吧？哦，那是什么原因？不然是什么原因？对啊，你觉得是什么原因？我今天本来有买冰奶茶，有吗？因为我知道有个人喜欢喝冰奶茶，要上吗？还是要给吗？但奶茶嘞还没来是吧？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好不好？对啊，待会我们上节目上到一半，然后Uber Eats然后进来都会来，我们就是这么随性。对啊，真的。或是你突然想要去外送也可以。还是你现在吃什么？对，你需要跑单的也可以跑单啊，都无所谓。我们就是这么随性。对，但其实还是有些粉丝有一些问题想问你们，但是。我先问一些比较正常的好了，就是他们想在后面有什么不正常？不是因为真的有很多不正常，我真的有认真收集粉丝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有人问说，善存跟立安有练过吻技吗？善存跟立安，我们没有特别练啊，就是自然而然。自然而然。然后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排不用排戏，就是直接咔就正式来。我们那时候排戏的时候有亲过，可是其实就是。我们排戏的时候亲就已经是很 OK 的，对，就很极致，很极致的，就是一世成主顾，所以是对，就是位置什么都懂，对，很顺这样子。但还好，就是导演说我们4个都是 good kisser 啊，对，哦，这个不是只能讲讲而已。来第一关来，吓死大家！等一下都是吃便当的味道。我先吃个大蒜，先吃。好，哎，那。对不起，我先补一下，因为我是从网友的提问当中得知你们两个其实在拍戏之前就认识，对不对？那很多网友很想问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先认识的？认识的过程是怎样？我们是就是有一群共同朋友，然后就是有人约我们出去啊，所以我们就在外面的聚会遇到，然后那时候都是，所以还没合作之前就认识。那个时候里面有歌手也有演员，对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后来还一起去露营。哦，你们都去哪里露营啊？那时候去的是一个山上，台中吧。后来就没有再去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只去过一次，那个时候。所以你们的应该说一个一个聚会当中，就是第一眼看到了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我们磁场蛮合的，所以应该可以做得来朋友，还是说其实是在试过几遍之后才觉得说，哎，好像个性可以合得来，然后慢慢的再变成朋友这样？其实那个聚会就是会在一起的人，就是都是磁场蛮合的人，嗯，对啊，所以。就是会，所以会一直见到，是也不太会去选，就没有选择。嗯，在我们认识之前，就是我们一开始先认识彼此，对，然后慢慢循序渐进之后，就会慢慢开始聊表演的东西，对吧？对，我们就试一下会聊天，聊东西。对，我觉得这对真的很讨厌。他们一直在吸引我的目光，什么？刚才想讲，他流太多汗了，然后脸上都是卫生纸屑，然后不好清啊。哦。那怎么没有人在意到我口渴？你这个人气，谁管你啊？先啊，等下被外面粉丝打，等下那个外面粉丝都冲进来这样。哎，那认识的，我觉得如果不认识的演员一起合作吻戏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比较不会尴尬。但认识的人吻戏会尴尬？对啊，会尴尬吗？不会的，不会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反而是你会更快的信任他。嗯，然后我觉得信任是表演里面很重要的一环。嗯，所以反而是就像我们排戏，一开始就排亲密戏，对，就会很自然，就很自然。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就觉得尴尬或抗拒之类的。没有。那你们呢？你们应该是不认识才剧里面才第一次见面吧？嗯，对。对，你们第一次要拍吻戏的时候什么感觉？彼此内心，比如说俊鹏啊，你自己内心。我们在排戏的时候也都有，就是就先练习过了，就有先练习过，所以。好像还好，因为我们排戏的时候是练，有排一些比较亲密的一些场次，嗯，比方说解扣子啦，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你就一定要念出来就对了。没有，因为他都开箱了，我想说这个应该排一下吧。这的确是要排一下，对啊，所以其实亲的时候就都很自然。所以你们比方说亲，然后大家很看你就推开这样，还是没有，就是很正常。你现在在练演技，看出来吗？有点浮夸，对，是吗？我们不会推开，我们大家继续，对。哦，推开。好，那当然还有一些网友想要问，就是粉丝想问说，你们4个人下戏之后，因为现在已经拍完了嘛，下戏之后还会一起出去吗？或者说私底下有没有一些联络？哎，对，有的人通常拍完戏之后，你知道，就变成仇人。对，比如说像我跟小豪一起录完节目之后，我们就私下往来，对。我就去死你！对呀，你这个打鼻孔，类似这样，人身攻击耶，坏人，快被打起来！对，我们就说你这个逼奶主持人，类似这样乱讲一通，你明明就说不逼啊，不逼不行。对，那你们会这样？对，你们会这样子吗？对的，我们每个礼拜都还会见，就是都会一起约出来，嗯，所以就是其实蛮密集的。你说戏结束之后还是会继续？对，那你们会一起约干嘛？做什么？我们前几天有一起去看电影，我们看电影、出去玩、去花莲、吃饭，然后运动。嗯，我们会在网络上，就算我们没有见面，我们在网络上都会互动，我们就3个一起会传讯息。对，你们为什么要一起？对啊，为什么啊？集体欺负他，他好可怜，然后很可怜，对不对？我们有那个食物链啊，你都不知道他被欺负有多开心。真的，你这么。抖 M 吗？对不对？那个起手是我懂，起手是就想感觉到了，准备，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在跟我玩，不是真的欺。没有，他们是真的欺。没有，真的。现在才知道。你知道你等下不能活着出去吗？还好我等下你手就一直放在那个上面，一直被电。但我觉得 OK， 因为他在剧里面，我觉得他都你知道太冷了，冷到我觉得他都会欺负别人，所以现实生活中让哥哥们欺负也是刚好。你是年纪最轻的吗？最小的？我们2个一样大。嗯，对。可是几月？我他比较小，我最小。哦，你最小，你什么星座？我3月的，双鱼座。哦，双鱼座是浪漫派的耶。哎，那我觉得还蛮符合剧里面的感觉。嗯。但藤木人是处女座，还是差蛮多的。哦。那善存水瓶座。啊，你都活在自己的世界。对，怎么这样子说？真的吗？我上身也是水瓶。对啊，天哪！活在自己的世界。对。我狮子。哦，那你在剧里面应该演得很闷哎。还好啦，我有我自己可以开心的地方。OK。对，之后会看到。之后看到。你是什么座？水瓶。2个水瓶。嗯，2个都水瓶。难怪你很 enjoy 大家欺负你。对不对？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大家都叫我吃饭睡觉打弟弟。哦，大家就说很可爱，你们这样子很可爱。好，那还有网友要问什么呢？哦，还有网友在问哦，我觉得这好奇怪。他说，俊鹏跟嘉威聊聊他们拍亲密戏，还有一起看成人片的感受。这个问题会不会太浮啊？看成人片，对啊，成人片是什么？ 就是 A 片吧，还是成人片？成人，我以为是成人片。成人了，我以为是 A 片，对不起，我歪了。成人片，成人片吧，成人片吧。对啊，他说看到成人的感受，然后还有一个问说看成人片的感受。哦，两种啦，两种啦，都有。两种，对对对对对。我没有看，我没有看过啦。你们。 你干嘛害羞？不是，这个跟人家分享也蛮妙的，就是这太隐私。对呀，自己看就好。你有跟人家一起看过吗？自己没有。你不要问我，我不是主角。我不是主角，你要问我问题，大家讨论。对对对。好了，那还有人说什么？立安跟山城在拍这部剧啊，这个回答过了。还有人说什么？立安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？ 应该是私人生活吧，他是在讲我私人生活。啊，好啊，那我们开始每个人私人。对，如果真的，如果真实的，你的另外一半的条件吗？我是长发控，长发控。嗯，哎，然后哎，是我吧？你干嘛吐饭？不够，你不就照镜子就是了吗？没有，还不够长。那个可以吗？那样可以吗？要怎样的才够长？应该要像哦到姐这边嘛。哦，背部这边。他叫我姐。 很有礼貌，很有礼貌的孩子。对，我是姐，她是姐，没错，对不起，我是姐。然后嘞，除了长发之外，还有什么？然后一个会笑的眼睛。哦，会笑的眼睛是没有眼睛还是大眼睛？就会，比如说像我们哪一种，或是有没有女，像我们刚那种小小很，就像这种，这样算会笑吗？这样。哦。 他这样正常就好，细细的那种吗？没有，有的是真的有眼睛会笑。 对，像我眼睛是会哭，像善存的眼睛啊，像善存的眼睛，对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脚会，还有吗？对，还有吗？就像脸上有痣这样。为什么要脸上有痣？像哈士奇对，像哈士奇。还有温柔吧，温柔。嗯 ，OK， 好，这应该 OK， 蛮好，蛮好找。对。那善存呢？我自己是比较喜欢，就是一样是爱笑啦，然后有一些艺术气息的人。 啊，所以你喜欢看艺术的东西？对，我喜欢看艺术。所以你有在收藏什么东西吗？艺术品？我是喜欢玩音乐、听音乐，然后自己画画。哦，你会自己画画？但是就不是很专业，但就是在家自己随便弄一个画板，然后压颗颜料就开始涂。哦。对，因为我那天才看到你去那个虾皮，嗯，你不是画自画像？你确定那个叫做会画画？就他真的会画亚克力画，会画亚克力画，所以不是素描画的，不是素描。啊，对，他画的，他之前是有一幅是我记得他 po 在那个 IG 上是一个鸽子，对，飞的那个画的很漂亮。那个鸽子的话，其实是那个时候我在准备一个角色，嗯，然后那个角色他处于的状态就是他很阴郁，嗯，可是他很想要活着，可是他却又觉得自己不该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那只鸽子的感觉，我就把它画在一个井底。 然后往上飞，身体流着血，这样子。所以你自己沉淀你自己的时候也是画画吗？如果你今天就是回到家需要沉淀自己的话，也是靠画画吗？还是你通常喜欢什么休闲活动？我觉得，对我觉得最能沉淀我的就是画画跟音乐。画画跟音乐。对，所以我会不定时的，就是随机选择我当下的感觉。哦，你动静皆宜，你是篮球队的，对不对？我以为你会一直很动的。 哎，没想到你私底下也会喜欢这种静态的画画，对，也会。好，那俊鹏，你私底下的理想型是什么样子？我喜欢有魅力的人。魅力，像小豪这样魅力的。就我觉得就是，当然也是一种，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特色，然后我觉得他必须要知道自己这个特色在哪里，然后他就会散发出一种气质。 你就是说做自己的那种魅力，对。有没有一个谁是类似这样的？想要一个女明星好了，女明星假设现在类型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。类型吗？啊，有吗？有这种人吗？像 Ella 这样的吗？嗯，女明星好像都还，我就是我都喜欢那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没有一个特定的型，但就是我很喜欢她在她自己的。 专业跟专长上面很厉害的人哦，只要是认真女人最美丽，你都会吸引到。我都喜欢。对 ，OK， 好，来，最后嘉威，我自己因为我是水瓶座，容易表达的不明白，嗯，就是因为我教人家，没有，还是就一面啊，你不要这样啊，我就是那么的苛刻啊，没有，因为我想的很细，但是。 我会顾虑别人的感受，嗯，就我可能怕我讲什么会伤害到人，或是我讲了什么他会怎么想，所以我喜欢的是能够了解我的内心的想法的，就是你们喜欢灵魂的沟通，对对对，比较内心的，我不太对，我不看外在。他还喜欢欺负他的，哦，你真的很，觉得被欺负很开心是不是？没有，我知道他是跟我玩了，因为他就最爱欺负我，对。 没关系啊，反正在剧里面你会欺负他回去。对啊。所以你们吃饱了吗？都吃饱，吃差不多。吃差不多。吃差不多。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就那我们要来就是动一动喽。好，好，活动活动。这么快就动？再赶快吃两口，快点！哎，你都没吃哎。好，我来先，你们先慢慢吃，我再回一下网友。就我知道吗？有人说哥哥是有多饿，那么善存可以抱一下腾腾吗？好，待一会好不好？什么？ 他说可以抱我吗？可以啊，公主抱哈。然后大胆点弟弟好吗？然后喜欢的女明星都说一下，已经说了，只要是认真的女明星哦，都很喜欢这样子。然后还有小手是不是奉上了？谁的小手啊？不知道。弟弟突然害羞了。哦，有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来，突然你们先吃，突然问个议题，在里面你都追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待会我们有没有可能让你反攻一下？ 你追一下弟弟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怎么追？就是用你说追打运动吗？推打踹什么？没有，因为可以吗？可以，完全可以。而且完全就是帮你找这条路，你不要爱被人家。我拿有没有那个藤条吗？哎，有人许愿公主抱啦。待会他们还在吃都公主抱，那我先让我们这一对好不好？兄弟 CP， 我们先来演一下好不好？因为过程当中都我来个小剧场好不好？我拿道具。 对，都是你比较主动，对不对？去追哥哥嘛。那好，今天剧情反过来好了。好，今天请我们的哥哥来追一下弟弟。请问哥哥会用什么样的态度、语气来去追的？好吧，8加9，好吧，8加9。需要坐着还是站着？需要剧本吗？没有，慢慢吃。我们就吃光，因为我想看哥哥的方式，比方说他是用你知道比较霸气的、或是魅惑的啊，或是什么之类的方式。好了，给他5秒钟，让他进入一下状态。我要想一下怎么追他。对，好不好？或是你自己蕊一个脑袋中的台词，满足一下。因为脑袋都是追打他的画面。真的，我想不太到什么这种浪漫的东西。这一段我们先把它去掉，好，不要用暴力的方式的话，好，你还用什么方式来追弟弟？赶快5秒钟想一下你的人设。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可以了吗？嗯，好，开始喽！哎，小豪 ，Action， 让你当一下导演。Action， 你等一下要干嘛？不知道，那跟我去看电影。看什么？嗯。 看，就看你想看什么，然后看完电影我们再去吃个饭。可是我不知道我要看什么，都可以啊，就是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好吧？那好啦，走啦，走。没有，我通常都是就是。这是什么公式？ 啊，是什？对，刚刚那个是没有，就应该是就是对我觉得很对啊，也是霸气的吧？对啊，霸道的，就是我会就是这样，脸不用红吧？害羞，红的，又流汗又脸红，不要脸，要爆。哎呦喂，他说哥哥的招就是直接带走。嗯，我就是会很人的话，对，然后会很直接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对，你反过，你追他追不到，追得很辛苦嘛，好吧？那如果是立安呢？你要来追这个萧晨。 这样对 ，action， 所以我要给他追不到这，随便你，我只想看他的态度。你想要报复他也可以。对，8加9，赞成。怎么样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不怎么样。我是用藤木人的角度哦。怎么样？我要去跟 Gil 约会，怎么样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你是我的。 好啦！哦，有吗？有吗？有。小李才有没有看到？要这样子。对啊。小李。好的，你等着，你等着。那个舔一下，那个还不够我。对。好，那我们来玩游戏好了。上个道具。好，来，先。我好说被你们笑死。对。我们先来。不要害怕。真心话大冒险。 哎，这真的不是我想的，这都是他想的。没有啦，然后大家都好朋友。我之前看上节目，就觉得哎，好像其实也还好。反正我跟你讲，真的还好。他是用什么评断？要不要电你？我有遥控器啊，所以我有遥控器，都在我手上，好不好？对我放尊重点，你就可以逃过一劫。我们这样子啊，就一题一题这样轮过来。好吧，我先吗？好。 祝福你！我上喽，你上喽，加油！请问啊，你好吗？这边吗？我们换一下位置，我们换一下位置。来，真的吗？请问，好，是这样吗？对。请问你有没有被人劈腿过的经验？没有。等待谁最可怕？ 这太长了吧 ？Hello， 哎，是什么意思？真的没有啊？啊，那句没有被见到的吗？那要恭喜你说真话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 ，Keep it real，OK？Keep it real。你的问题可以强一点吗？有慢慢来嘛。这个准吗？这个准，真的准。新进制，对，好可怕。这同一题来讲。好，请问。 请问，先爱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你有没有过一夜情的经验？没有。哦，这个我没有说好，我们下一位。这个我没有说，很痛，可是为什么？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很痛吗？很麻哎，很痛。哪里？就整只手啊。 哇，整只啊，传上来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上没关系。等下你在哪里按你的遥控器啊？我也好想按一下。没关系，好，反正答案就大家自己公平了，好不好？这不准。好，俊鹏。为什么？好。来，好来，请问，第一次约会就会直接上床吗？不会。好。 哦，我屁啦！吓到，哎，这个还不准，对啊，太夸张了，哎，还是其实没说谎的人就会被电，然后其实是你说谎，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大家自己想一想，我们没有答案了，来，因为新浪的，对，这个是真的有勇气的吧？来。 谢哥，好，对啊，不错。你问我的问题比较，我傻眼了，好，请问，现场你最愿意亲谁？安俊鹏。好，这被电出事了。哎呦，真心话。所以你们两个屁啦！一见面，这个问题不够辛辣，所以他不会被电到。还有。 来，还要一轮了，来，他们没有想要谢词吗？过了可以先暂停了吗？不可以啊！我的妈呀！好，冯豪，请问你喜欢大胸部的女生吗？大概 F 罩杯起跳。快回答！我真的有问题，这真的有问题，真的有问题。哦，来下一位。 我想看我妹电了，好麻哦！我们没有答案，我只要节奏就好。来，好坏哦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我按这个很有乐趣。不要电我啊！笑死人！好，请问现场当中谁会是你的性幻想对象？哥，你想我说谁我就说谁，不要电我。你赶快讲一个。好，腾，不要电我！啊！真的假的？ 哎，真的，应该是准的，真的，没事，没有电到我，没有电到我。好，来，好烦哎！好，最后一轮，快！好，请问你要当1还是0？1，好，1，过关，可以。最后一个啦！好想看你被电哦！我好紧张哦。Hello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。 还没有题目，我先生出来了。再一次，还没摸到问题，快点，再一个，可以吗？可以再一次吗？我真的好想爱哦！可以再一次。你为什么要电我2次？对，是啊。老哥，你为什么要电我2次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对不起。好，来了，再一下了，来。 刚有电到吗？有，好痛啊！来，大家，我还没问问题啊，放好。来，放好。啊，会怕。请问认识多久才能够滚床单？我觉得认识2个月吧。好，2个月以上。以上，我说以上。 刚才脸你好痛，真的很痛啊！真的好，我们不要欺负人，我自己试试看，后面真的很痛吗？ 姐要问他一个问题，请问简兆帅吗？超帅啊！没得吧？对不对？哥，你还电我2次，很可怕哦！玩一赛被无辜被电，吓死了！不会痛，可是那个惊吓吓到。你可以看到我们2个感情有多不好。那你要不要也来？哎，主持人，你不能来。 然后你要问什么？我不想问，你就放着，我看会不会动。好，请问你老公对你好吗？不好啊。好不好？哎呦哎！我打电话给你老公，这是今天最可怕的一道题。是，哎呦，我真是快笑死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手的。超麻。 那等下手麻，我觉得腿也要该麻麻哦，要运动一下，该运动一下。好，刚刚是手部运动，对。好，接下来是全身性的运动。全身性的运动什么意思？没有要考验你们到底。把脚放上去，垫脚。你们想问一下，你脚趾头是放得进去吗？拍多久了？那个时候拍1个半月，1个半月。可是从就是前置作业到结束这样多久？三个月左右。到现在吗？对。到现在有不止，到现在大家有10、11、12。 7个月，半年。那你们有就是为了剧，然后要去健身练身材吗？特别就是更密集的、更严格要求自己的。其实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，我们4个戏都蛮重，所以其实没什么时间能够去健身房啊。但是我们都会土法炼钢。哦，怎么练？在现场我有时候看到，因为他们的床戏比我们早拍，对，他们就会在现场，我有看到俊鹏拿2个那个砖头，那个摇臂的那个沙包都是摇臂的做。哎哇，真认真！哎，你们泡汤的那一幕啊，是真的全裸吗？几乎算是，几乎全裸。我们穿一个很像钉子的东西，但是那个就没什么用。所以那时候有一幕是他要拍你那个有一点算是臀部特写，对，之前特别做表。 保养嘛，加强保养嘛，没有也没有，就说脱就脱。对，好猛哦！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对彼此的身材了解。对。好，你觉得你对他身材算了解吗？了解，算，我也算了解，都算了解。你们呢？我觉得也算了解。算了解，尺寸哦。尺寸哦，了解。好，那我们先请这一对出来好吗？好，来。 我们都往前移动好了。好，来，我们都往前移动，都吃饱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看你那个表情，我刚进去看到我弟被电那个表情，太好笑了。我好想变傻了。回家请看重播，我们会上线，好不好？大家。哎，我们还有精华版。对。哎，我帮他做那个。对。请。好。这样会不会显得我是小孩子？好，其实测的方式很简单，请你们先用徒手的方式去。 假设啦，哦，假设他们一对嘛，那我用先抱他的胸，去看看他大概胸围是几寸，然后腰围是几寸，然后到时候我们会实际用皮尺来量，看看寸呢，还是你们寸比较好，还是公分比较好？公分吧，公分是不是？寸怎么？就是比方说45寸腰是这样嘛，30寸腰，我对寸不够，好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寸跟腰都有，你只要讲出来就好，好不好？那我用记的喽，就是。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们这对先，你可以用手上手，然后我就说，对你感觉他的腰啊胸大概几？这好难，几公分？几公分？太久了，哥哥。好难哦。用电的啊，比较快。29吗？29，29公分。29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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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29。好，那他的腰几公分？哇，他发出了一个哇的声音。26吗？26公分，你确定不是公分吗？对啊。好，好，我知道，你是竹竿棒。26公分，大概才这样子吧，才这样子。怎么看啊？而且是一圈哦，然后是一圈哦。好了，顺便问一下，几 cup？A B C D？ 哦，几 cup？ 对，几 cup？ 有没有 ？B cup？B cup？B cup？ 好 ，B cup。好，改那个善存换对梁丽安，反过来哦。胸围。我看一下，我想想哦。好好想。 在90公分，对啊，90哎，但他说是你29，那我应该没有那个概念。好，腰，感觉好了吗？大概65，好，几 cup？A 好 ，A 键。 A 姐，你不要轻轻骂我们女主持人好不好？好 ，A 姐，好来， A 姐，我看过实体的，看过实体。好，下一对来，我先量吗？好，弟弟先。胸围，看一下哦，大概，算70好了，70好，腰大概。 可能58，好啊 ，cup， 看一下，哦，这大概有 B 吧？啊，有 B，OK， 好，反过来，好，反过来，胸，我觉得92吧，92，好，对，腰。 不要憋气哦，很痒，不怕痒。腰我可以直接讲几腰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觉得应该33腰。对，好 ，cup 嘞，差点被打，直接捶你。B 加。好，公布正确答案。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有没有女性？有没有？对啊，有没有？福利啊，没有。好，那就你。 我怕我老公打我。好，来，我来这样。对啊，你都今天都打扮成这样了。也是。公分哦，真是。86。啊，那我错了。错了，你一定更86错了吗？嗯。89。哇，因为你很蓬蓬哎。我这边手。70。 哎，其实蛮接近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他猜的都蛮接近，哦，啊，你侧边好了，好，继续。来下一位，这个2629的。我应该。哎，你还对不起，我马上爆表。他这次每一个都错啊。这个是96，哇，96，哇，你练很厉害耶。哎，你多少？我还没量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是81，好。 81，哇，快99哎，快99，你算99好了。哇，这个土法炼钢有用哎，举摇臂有用，对，有用，以后可以举摇。81，嗯，你猜多少我都忘了。弟弟，说一点，这样我就比较准。93。 93，84，他差最多。谁？他错最多。没有，他是准的。不是立安错最多吗？立安错20几。哦，对耶，我脑子是怎样？对啊，谁猜的最准？善存猜的最准。哦，真的。嗯。那最准是不是？哇，那其他上惩罚。我可以不用被电了吧？对，继续电。没有啦，被电了。我们有小惩罚跟小福利。对，你觉得福利是什么？吃鸡腿。有，你说还是吃吗？还是吃啊？还是吃啊？还是吃鸡腿啊？ 5秒内吃热狗，就让我坐在那边边吃东西边看他们惩罚。你觉得这是福利？这是福利啊！好，哎，小豪，你要完成他的心愿吗？要，来。哎，差最多是谁啊？哪一组啊？没有啊，就是那个啊。差最多的话是善存，因为善存跟他是一组，对啊。好，那你们等一下再惩罚，好不好？这就不能免俗的啦，就是节目都一定要吃这个。 Pocky， 对啊 ，Pocky， 好不好？因为他们是那个答对的比较准的，所以你们的长度是这个。自己吃完。好，开始吧。一人吃一条。最后一共吃一条，好不好？君萌刚吃了大蒜哦。哎，加油加油！有吗？哇，很厉害耶！ 粉红泡泡哎、欸，对啊，好，另外一个不好意思哦、喔，你们这是加油喽，加油喽！哎、欸，这都不是我想的、喔，我真的觉得你猜得很准，但是加油喽，加油喽！哎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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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那如果出来的话，可不可以顺便就是可以满足一下线上那个粉丝的要求嘛？ 他们说希望可以来个公主抱，然后半蹲，有人说公主抱假就是这样，有可能吗？哦，很容易啊，10个，好不好？10个，预备，起，1、2、3，这个很轻松，4，哇，好厉害啊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哇！ 弟弟是不是要来一下？弟弟，要我流汗，弟弟，赶快！弟弟要背哥哥还是要养公主抱？你要背还是公主抱？你扶领身，然后你哥坐你背上。对，开始。你自己选一个，你自己选一个。扶领身，我坐你身上2下就好。还是我背好？都可以，你们沟通协调一下。那你去前面。你去前面。好。 背着，然后背着深蹲5下。对啊，对，深蹲五下。哎，可是有人说10下，漂亮，哎呦，好了5下，反正就喜欢虐他嘛。好了，我先5下就好了。哎呦，来，北区，1，他真的是篮球队教练，踢啦，到底有多讨人厌啊？ 我觉得我好好玩哦！但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限，我们最后来一个默契大考验，好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上个气球道具。好好玩哦！来，哪一个？是刚那个？我刚刚真的觉得我在玩游乐设施。来，1，好，这个是我们会在30秒内。好，我们要推一点。2组 PK。对，好，30秒内看哪一组可以把气球做破最多的， OK 就获胜。对，如果你们感情不好，你也可以把气球放得不好。 让他做不到，好不好？所以一个坐着，另外一个去。对，你们谁？你们2个一组，你们决定谁做气球？你们谁做气球？你会不会做不破气球？你的气球？我还好，看你啊，我都好。我觉得应该他做吧。他做吗？你是想惩罚？不是，你去做气球。我坐着好，因为我怕我坐下去你的腿等下断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。我坐。 预备开始哦，请坐。好的。我们有计时30秒的时间。我们同时进行。对，同时进行。啊，你们就在旁边 stand by 这样，然后时间开始做这样。哎，那气球。我气球到这好了。来，我在这。好。要计时30秒哦。好做。等一下哦。小心哦。来，可以。等，冲击力啊！来啊！你好恐怖哦！我觉得在坐着有点压力有点大吗？要拿好。 闹钟，对，下来30秒，请预备，开始。好痛！加油！10秒过了。你们正在抢球是不是？哎呦，没了哎！你做破几个？ 他做过几个？没人算，我们看回放，看回放。我记得好像我比较多，我记得是我比较多吧。我刚偷拿2颗，我偷拿1颗了。到底谁？刚刚我拿错一个，上网路上看回看谁？看回放。对。哎，我们真的很瞎哎。没有人记耶。不是，一个在拿酒，一个在数秒，别人在数这个。不是，而且我刚觉得很可怕，我觉得这样拿着。哎，会不会痛？会不会痛？不会。会不会痛？不会。说不定粉丝有算呢，会不会？我们粉丝有算吗？ 有人说很痛了，谁赢了？谁赢了？我快笑死了，对不起，没有，我们，快留言！等一下，我觉得为了公平起见，你们通通都惩罚吧。真的假的啦？还要去惩罚？好可怜。要不然我们一起，姐你们要一起来。姐一起，哥今天为了你们打扮成这样。好啦。什么惩罚？最后哥你要什么惩罚？就不要了啦，他们今天不要了啦，好了，粉丝都要帮他们求饶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时间也差不多，我觉得今天最重要也要谢谢你们来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重点当然是好好再宣传一下我们的戏，对不对？现在上到12了吗？现在上到12集，这礼拜会是 VIP 13、14。好，来，帮我们好好的宣传一下。来，哦，我正在哦在哪里？哦在这边。 近距离爱上你呢是一部非常浪漫的喜剧，然后里面还会有亲情、爱情、友情的角度出发，让大家可能看的时候会偷偷掉下眼泪。对，所以我们那个成人 CP 呢是现在在讲说，是直男掰弯的一个故事线。那其实要现在演到现在呢，就是看如何从友情到爱情的一些变化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那就赶快继续收看。 然后我们永信 CP 呢，现在播出到哥哥终于愿意正视自己的感情，然后加上我们两个要一起面对我们的爸爸还有妈妈，对，然后就是每周日晚上9点在 LINE TV 连播2集，近距离爱上你。好，记得准时收看哦，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但是我们有一些小福利要送给大家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直播，我们会再出2集专属于他们的介绍。那1集是在4月26号晚上9点有这个娱乐有意思的特别篇，另外还有在5月1号晚上9点钟小豪出任务的特别篇。那这2集里面呢，会藏有他们想要叫醒的闹钟，对不对？有一些粉丝说想要他们的闹钟啦，那会在这里面出现。另外还有会送上他们的海报。 跟拍立得，对不对？带了多少？应该蛮多的哈。随便拍。好，都会在这两对满足大家，在这里面这2集里面都会出现。好，也谢谢4位喽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感谢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你们了。